大家好，我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秘境探险二：道义有道》。这副机枪还这么危险。还是要抢那个机枪台才行。
好像刚刚清比较多人，现在看到这张牌就比较恐怖了。南方狩猎有马的。不要好了，哎呦，那你躲一下啊，你要不要说，哎，我不说，你没说，哎，我不说，哎，要怎么走啊？好的，三九，哦，开门。埋伏在这边，哎呦，都是埋伏啊！
We'll see about that. 赏你一喝。再赏你一喝。啊，回来了。我换个位置好了。手枪剩下一发，丹金不知道跑去哪里了。啊，下面来一队啊，出现了。go 下去下去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七小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